上天路，享受你得胜之际，就凭重生之人，我准备东都复铁，是不依他意？以自己到底真是曲折离奇，一切该是好有前途的牺牲。此为不惜，我真正牺牲不孝。哈，只有你能让我如此信任。青龙立足何路？东湖异象，高雄红才无用金鸡虫，体力不济。论老在圣龙靠了用吧，万圣会四红顶一目交龙兄弟，如何对付再来的何无之后？天津军此次也来历其中，你安人便好。吴洪才闻说万家不复，今晚待信，便先回换李秋公，请。